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你以前睡姿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现在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姿势有什么问题吗？感觉在抱着一个抱枕。我的女朋友想怎么抱怎么抱。好好好。怎么了？有点不真实。怎么抱着跟你一起醒过来，像做梦一样？之前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做梦梦到过你睡着的样子，然后呢？就醒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想得越好，醒来以后越失落。那个时候哪能想到，你现在躺在我身边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如果老林跟林女士发现的话，就享年22了。我走了。哎，嗯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像电视剧里那些花言巧语的小骗子啊？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我真的得走了。不准问。待会儿林女士跟林老师发现我。我真的再不回去我就来不及了。那也不行。不发烧了呀，怎么还这么粘人啊？林之校，嗯，明天你就过生日了，这是我们在一起后你的第一个生日，我订个餐厅我们一起过。你确定你明天不会加班吗？我保证一定准时出现，哪怕是最紧急的手术。嗯，我找严敏君。那严医生简直太可怜了。我真的走了。哦，对了，钥匙放桌上了，你拿走，想我随时来。走。